发声两分钟，让世界听见你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题是，在与对方正式进入主题前，为何要谈废话？请问什么是废话？所谓废话，就是与内容无关的话题。废话一般分为三类，简单与你分享一下。第一类叫做言不由衷，小的时候啊，听一些长辈见面的时候常常会讲的一句话叫做吃饱了没。如果对方吃饱了跟自己没有关系，如果对方还没吃饱，自己也不会请对方吃啊，真是言不由衷。第二类的废话是什么东西呢？第二类的废话就是无关痛痒，比如说谈天气啊，今天很热，今天很冷，哎呀，风很大，天气我们又不能左右，谈论天气有何意义呢？我感觉到像是一种废话。第三种叫做明知故问，所谓明知故问就是比如说看到对方拎个公事包出门，就说哎，要去上班了，穿运动服装出门，哎，要去运动了。有一些更离谱，他一出门就看到说，就会问他，哎，要出门啊，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为什么要谈废话呢？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，就是透过这个开头的话语来试探对方现在的状态如何，是否适合再继续谈论下去。我是游泳记，简单容易记，叫游泳记，拜拜。